但是我不太会说太，只是偶尔会跑去喊奶。如果你跟我真情说爱，我让你羡慕羡慕，每天都欠债。你是我心中最帅妈妈的女孩，送给你，不然假装代表我的。我哋而家咧就去阿 U Tire 啦，咁咧就去到呢个油站附近，咁啊食个早餐先。泰国女仔一起去食嘢，我就叫佢哋介绍下佢哋系来自边个家乡，同埋介绍下自己叫咩名啦。สวัสดีค่ะ สวัสดีค่ะ ชื่อ ปอนิง ชื่อปุ้ยค่ะ มาจากสมุทรปราการนะคะ ค่ะ มาจากโคราชค่ะเข้าใจแล้วเข้าใจไหมถ้าเขาจะบอก一个就是住在อายุทยา一个地方啦家乡就那这个叫玲这个女仔就是住在可拉可拉那里啦那我们吃早餐先啦不赶住啦那我们现在就去到这个อายุทยา啦那啦就呢度係叫咩名咧？同你吃啊嚟啊？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ำลังอยู่ที่วัดใหญ่ชัยมงคลค่ะอ๋อใช่ถึงค่ะค่ะตอนนี้ก็อากาศก็ร้อนแล้วก็คนก็เยอะพอสมควรค่ะโอเคเดี๋ยวเราค่อยเข้าไปดูด้านในกันเลยนะคะไปตอนนี้เราอยู่ที่วัดใหญ่ใช่ค่ะวัดใหญ่มีความพิเศษอะไรบ้างโหแรงอะไรต่อไม่รู้ว่าใครเป็นคนสร้างนี่ที่地方咧就係冇遊客噶啦，通常都係佢哋當地人喺度過嘅潑水節。咁啊，後邊呢個廟咧就係咁樣嘅。嗱，俾大家睇下當地人嘅潑水節、崇近節就係咁樣啦。咁喺裏邊咧攞啲碗啦，一個個兜啦，嗰啲咁嘅兜，咁啊裝啲水。跟住啊，潑落去呢個佛像度啦，就係咁樣嘅佢哋，係啦，就係咁樣玩嘅佢哋潑水節，其實好斯文噶，大家可以行過去睇下。送南塔啦，嚇。送南塔。送南塔。南塔。南塔。咁啊，送南塔，然後喺呢度咧，滴啲水，咁樣嘅。咁啊，滗啲水啦，跟住就淋落個佛公仔度噶啦。嗱，佢哋個崇根節就係咁噶，咁樣啦，嗱咁樣淋嘅。就係咁樣噶啦，嗰個崇根節佢哋就係咁樣玩噶啦。我哋就行到呢度咧，就見到一個後邊有個金。啡色嘅金塔啊，金塔嘅古代嘅塔啦，咁啊呢度就话五金皇帝啊，喺呢度就好多年啦，咁啊入去睇下啦，水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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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很漂亮啊！漂亮啊！哇！大家唔嚟就嘥晒啦，呢度真系好正。阿 U Tire 嗰啲地方咧，真系好靓。拜啦！拜拜拜拜拜。不斷咁上去啦，後面好斜嘅，咁啊一路行一路行，入咗一間咁嘅黑掹掹嘅一個圍牆咁樣，睇下咩嚟嘅先，好多人望喎。下面好香啊！哇！啲嘢嚟啊！原來下邊一個好似井咁嘅，大家睇下。啲嘢嚟喎。咁有啲人啊抌啲錢落去啦。
我都唔知道有冇用，所以就唔抌啦。咁啊，呢度有啲佛公仔啦。啱啱問咗兩個太妹，咁有一個咧係喺呢度當地人嚟嘅，咁佢就話下低呢個井咧，呢個井啊，下低係有個佛嘅骨頭喺下邊。我都唔知堅定留，不過係佢講啊，咁樣聽啦。然後上咗嚟第二層嗰度啦，咁啊呢度係有啲咁嘅尖菇碌嘅一個個嘅建築物啦，啊咁樣嘅。咁啊呢個太妹咧，佢個男朋友不停咁成日打嚟追問佢，追殺佢喺邊度，喺邊度做緊啲乜嘢？繼續行，繼續行，繼續行，睇有啲乜嘢先。粒粒。巴塔啊，咩路啊？咩沟仔啊？秘密公园。哦。下面应该可以。下边一个公园啊。系，粒粒就米爬。米爬。火象。米火象。周围有火象。哦。由于咧，佢哋啊，我识呢两个泰国女仔咧，佢哋系识讲国语嘅。咁所以咧，我用完全可以用國語同佢溝通。咁啊，唔識嘅泰文又可以問佢。咁啊，而家開始去第二間佛廟啦。咁啊，今日咧潑水節咧，全部都放緊一個長嘅假期。咁所以咧，就好多泰國人都去咗呢度噶啦。嗱，我俾大家睇下下邊係點樣行法啦。唉，就係咁樣嘅。咁啊，好多人嚟咗拜神啊，嚟咗佛廟啊，咁啦，當地人咧就係咁樣去過呢個崇更節噶啦，唔會係好似係咁噴水，係咁射水啊，都係去啲佛廟啊拜啊拜下神咁啊，拜拜啊，咁啊祈下福啊，攞啲水淋下個佛像啊，咁樣。你睇佢哋又喺度自拍啦，喺度啊，你睇。成日都自拍噶啲太妹，睇下佢哋，你睇，不停咁自拍，自拍完跟住又自己喺度睇翻，睇完跟住分享去 Facebook， 啊你睇，全部都系咁噶啦，不停咁做嘅呢个动作，好多佛公仔啦，佛像啦，有啲就有布，有啲又冇布嘅，啊咁样着晒上个身度噶啦。咁啊，佢哋啲潑水節啦，有啲人就買呢啲布啦，鋪上去就祝福，有大有細啦，有啲大啲嘅喺嗰邊啦，咁啊都好得意嘅呢度。咁啊，上邊呢啲咁嘅呢一帶都係呢啲咁嘅尖塔嘅建築物嘅塔佛廟咁樣噶，個 style 全部都係咁噶。視劇泰國嗰套電視劇《天山一對》咧，都係喺呢附近啊 Ayutthaya 拍攝現場嘅，你睇下佢哋。不停咁自拍噶，拜哪一个？拜哪啊？拜另外一个碗。好的。OK。去吧。拜卡车没？什么？我怕难称。我怕难称。拜。拜。拜。咁行到呢一边有条河嘅，有条河咧好靓啊，跟住咧条桥啦，咁有条河咁样嘅。啊，都好特別，好靚嘅呢啲咁嘅地方。有啲細路仔啦，喺度喂白鴿啦。咁啊，出邊咧有啲烏龜啊，有啲烏龜好大隻嘅。咁啊，下邊呢度咧有啲魚喎，啲魚好大隻，好大條嘅。大家睇下，係唔驚人嘅。我影俾大家睇下，嗱就喺呢度啦。呢啲就係嗰啲魚啊。趌下上嚟食緊魚糧啦，咁樣咯。咁我今日嘅裝束咧就係咁樣嘅，俾大家睇下。咁啊買咗呢啲啦，著咗呢件咁嘅崇更節嗰啲夏威夷 T 恤咁啦，條褲就係咁樣嘅。啊，而家我哋又去咗另外一個地方啦。咁啊呢個地方叫乜咧？洞里次啊嚟啊！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อยู่ที่วัดพระศรีสันเทศค่ะอยู่ที่วัดพระศรีสันเทศว้าวหูช่างอีกก็แมงอ่ะนะนี่ก็อยู่ที่ตรงจีพัดแล้ว
唉，真係麻煩。點解啲泰國嘅女仔咁中意自拍嘅咧？自拍咯。然後放在 Facebook、Instagram， 好多都是這樣的泰國的女生啊。個 shop 吧，喜歡是吧 ？shop 我，係中意我。而家就係揾緊個前邊個正門入去啦。咁我入到去咧，拍下啲靚嘢啦。之前攞乜啊？好熱啊！攞乜？咁咧而家去一個大城府呢度啦。咁啊，去一個古代嘅地方，嗰個就係之前我有條片就拍過喺呢度，就同一個台灣嘅 model 喺度影個 wedding 嘅相嘅。咁啊，而家再入去啦。但係上次咧就我哋幾個係外國人。咁啊，要50匹入場啦，因為我哋外國人啦。咁啊，如果佢哋本地人係10匹一個，係啦。咁啊，今次嚟兩個泰國女仔嘅朋友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佢哋帶我入去，咁啊，都係一樣，好似泰國人咁收10匹啦。咁啊，試一試先。由於而家咧37度，超級熱，泰國人帶我入場啦，點知都係唔得嘅，唔成功嘅。都要俾50匹嘅，因為我個樣一睇就睇得出，所以冇辦法都要俾50匹。咁啊，原來而家咧泰國人唔係10匹，係免費嘅，免費入場啊！唉，真係點解會咁噶？我已經曬到黑咗噶啦，都呃佢避唔到，冇辦法。進出里邊啊，他們說國語的，他們懂國語的，曬氣啦，燈啊！是，是灯，哇，是灯，黑的，灯没了啊，灯没了。我们的靠背那些，那是塔吗？塔。这是什么？到皇宫的里面。哦，哇，漂亮啊！谁吗？这里啊，不是他，是这个。没漂亮。咩水？梳吧，你梳吧。现在冷麦麦，你看我。冷麦麦，我知道啦。看我的脸。看我的汗，汗流晒汗啦。但ว่าด้วยบรรยากาศที่สวยก็โอเคเนาะโอเคอยู่ใช่ค่ะวันนี้คนไทยเข้าฟรีไทย国人免费的我知道啊。还有我穿泰式的衣服进来。我都是穿泰式的衣服。可是你不是坤泰，坤泰，没晒，看得出啊。晶晶坤泰，没过后，没贴膜，骗人。哇，这里呀，这里拍啊，漂亮啊，水墨啊，可以跳舞啊。我现在跳舞。哎，你知道这里没有头了，为什么了？Go 有人偷走去卖，是吗？不是以前缅甸打仗的时候，也是还有有些啊，或者有一些带去那个博物馆里面搞出来哦，然后就偷走卖掉，也有，但是头就是很贵的吗？沙边不贵吗？老外很喜欢。老外，哦，鬼佬好中意头，鬼佬变态啦，中意斩人个头。拜，东拜，肯定可以啦。带，哇，攞乜？攞乜乜啊？我们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拍。跳舞好吗？好，有吗？安静的地方？有啊，有的。对，有。但外面啊，这里的没有树，大树的，很热。是。但是很。但是里边是不是漂亮一点？下要紧。而家嗰套咧《天生一对》啊，嗰套泰国嘅电视剧，就系喺大城府呢度，Ayutthaya呢度拍噶啦，就讲紧呢个地方。嘅古代嘅人就係呢一個城市，嗰套戲而家係多人睇到爆炸，
但已經在泰國是做完了，已經大結局了。哦，這裡呢真的很正，這個地方好像以前那套電影呢，以前我講過是奪寶奇兵，但是我就是再有一套戲就是叫羅拉，那套羅拉，羅拉那些這樣的環境都好像，很正，大家得閒上網 search 一下這兩套戲。那後面這裡呢這樣的，這塊東西尖字塔啊，這些真的很漂亮，這些很宏偉的，大家來一下呢，到現場才可以感受到這個地方這個環境，看片呢都不是很感受到。走到這裡呢就看到一個，大家看看，一個洞穴，這樣這樣的，但不知道是什麼來的，裡面我都想走進去看看先。這裡沒有寫到不得進入，那我進去看看。哇，未入到已經很臭，有人在這裡屙尿一定。哇，裡面已經是，哇，裡面是有蝙蝠的，有蝙蝠會OK， 有蝙蝠和有白鴿在裡面一起住的。哇，上面很高的，黑蚊蚊裡面看不到的，是啊，已經入到最盡了，但是很臭，裡面應該有人在裡面屙尿，頂不順太壓太臭了，但是裡面有蝙蝠，就是這個這麼光猛的地方，裡面一進去就是另外一個世界，是有 Batman 在這裡的，很臭啊，我差點想嘔啊，差點頂不順。我們呢現在呢就準備呢排舞，跳一隻舞，這些是不是開心舞呢？咁我有呢個老師咧，就教跳舞嘅有一個朋友，其中一個啦，那個女仔啦，教我哋跳一下呢個泰國傳統嘅舞，就喺大城府呢度跳啦。而家開始拍個 video 俾大家睇，好，而家拍，等一陣再見。其实泰国的舞呢真的非常之难跳，他们很柔软，手啊手指又不知道怎样弯法，我基本上都学不到，唉，我真的没有这样的天分，学几都学不到，还要很肉酸，我最后都是放弃了。你看他们还在看着 video， 好像很开心一样，唉。Thai people 啊， you don't know Thai cha cha 咯。舞就跳完啦，我哋而家去边啊？咩嚟啊？威南食游泳。哇！很热。很热。ต่อไปเราจะไปวัดอะไรนะคะ？ไปไหนต่อคะ？เดี๋ยวลองไปดูกัน。我个屎忽窿都晒到黑晒。อะไรอ่ะ？คืออะไร？เข้าใจไหม？ไม่เข้าใจ。梗系唔讲俾佢听。攞乜攞乜乜？好好好，什么好好好啊？好啊，好什么好啊？系啦，好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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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波好热，你说。系啊。我个波好热。我个波好热。嗯。阿妈呀，老夫手在伸直哦。很好的。你教我什么词语啊？就是好热咯。好
ใช่หรอร้อนมากมากซื้อจริงๆไม่เชื่อโกหกไม่โกหกไม่ที่หมอกำตุ่มสักจังไหนอะไรอ่ะไม่มีอะไรจะโกหกทำไมล่ะโกหกจะโกหกทำไมล่ะทำไมล่ะทั้งหมดได้去完那个麦霞滩那个地方了แล้วก็ไปไหนอ่ะ我知道去去แล้วก็ไปแล้วก็ไปไห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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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มึงช่วยว่าที่มึงได้อีกอ่ะมึงช่วยว่า由于而家呢12点几太热了咁所以顶唔顺即係搵个地方呢歇下脚喝杯嘢休息下整隻手曬到黑曬，你睇，喂，個顏色，呢個煎過，呢個山嘅，唉，太勁啦呢度，抌啊，抌了，抌了，哇，全部都抌啊，抌啊是抌啊，抌啊泰文啊抌，即係黑色啊黑色啊，好啦，咁嗌啲嘢食先，太熱啦，頂唔順，俾大家睇下。而家呢度幾多度？37度，爭3度就40度。哇！可想而知，係咪想熱死咧？咁咧，實在係頂唔順。跟住咧，飯都食唔落，就食咗一個咁嘅雪糕，椰子味雪糕。37度，食雪糕當飯食，真係食唔落飯。咁我哋而家啱啱休息完，食完嘢啦，行翻去攞架私家车。呢两边以前咧，太妹讲咧，以前有两边都系喺度玩泼水节嘅，两边都射水啊，有啲上喺架车后边嗰个摆货嗰个位咧喺度泼水嘅。咁啊，而家咧新嘅总统咧呢个咧就唔俾咁样啦，因为危险。之前有个意外，有个人跣到个头跌落地受伤啦，咁所以而家咧就。新的立例就不俾咁樣玩啦。當地的潑水節咧比較靜啲，去下拜下佛啊，拜下廟啊。咁我哋而家準備去咧，一個就係大城府的水上嘅市場，咁而家行緊過去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去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啦。洞里吃下嚟啊？ตลาดกรุงศรีเป็นตลาดกรุงศรีนะคะก็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สถานที่สําหรับถ่ายทําละครเรื่องบุพเพสันนิวาสภาษาจีนคือค่ะภาษาจีนนะคะคือเทียนเซิงด้วยค่ะอ๋อเขาบอกในก็地方就系咧而家嗰套电视剧咧好多人睇嗰套天生一对啊嗰套電視劇就喺呢度有啲地方取景噶啦，咁我哋而家入去睇下啦。今日入到嚟咧，就有好多好多細細間嘅鋪頭嘅，嗰啲鋪頭咧全部都係賣緊咧天生一對著嗰啲衫啊，即係古代嗰啲衫啊呢啲啊，呢啲幾靚呢啲，好靚啊呢啲。你睇下我哋呢啲都做下造型啊，呢啲啊女仔的泰式手袋咧，都是100匹，100匹一個啊，淨係手工啊，都唔止啦。咁呢啲有好多呢啲咁嘅女仔戴嘅飾物啦，啊，都幾好啊，呢啲幾得意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得閒咧過開嚟大城府，可以過嚟呢個市場行下嘅。咁咧林林沈沈啊，立立雜雜嘅嘢啦，咪啲泰國嘅面啦，不過染色好勁嘅，有啲頭飾啦、飾物啦，啲飾物賣啦，又有好多呢啲咁嘅符，都係啲泰式嘅古代泰式嘅衣服啦。新開冇幾耐嘅啫，呢個新嘅市場，呢啲場景啦，俾人哋坐喺度啊，影下相咁啦。咁有啲泰國嘅花啊裝飾啊，或者有啲係拜神啊，咁買啲花就喺度獻俾呢個佛像啦。泰國人嗰啲崇敬節就係咁噶啦。咁呢度咧就係一條河啦，咁啊咁樣嘅，都幾舒服嘅呢啲。成班好似電視劇嗰個天生一對咁啊，著到呢度就有影相啦，揸住呢個牌咁啊。
天生一對嗰個劇集啦，原來特蘭克良嗰個女主角啦，揸住啲牌咁樣影下相啦，每個牌都有意思嘅。阿麗啊，我叫中文叫你，還有 keep 疼啊。哦，即是即係想念你，好掛住一個人咁解啦。keep 疼掛住你。到呢邊咧就有好多服裝啊。整個服裝在後面，有些梳化場景，簡單的場景，有些人就在這裡拍照，例如天生一對那些穿到這樣去拍一張照，有了機有了燈光打燈報警，那些人就拍完在這裡看個電腦 OK 了，有鏡有人在換衣服這樣試衣服，很多古代的衣服，那個天生一對啦，係啊，因為呢排好興，咁啊興到而家套戲做完，都有人喺度跟住去著緊呢啲衫，繼續去影相。咁咧個市場咧就唔會係好大，係好快就行完啦。啊，已經拍完呢個天生一對呢個附近呢一個地方噶啦。啊，嗰兩條泰妹商量成點咧？因為泰國人好中意商量。講一大段嘢，跟住咧都冇個答案嘅，成日都。而家中途咧就去到一個油站，今日去洗手間啦。洗手間怎麼說啊？泰文。康南，明嗎？泰康南。好啦，今日。揸車翻到嚟呢度啦，咁啊終於都到咗啦，咁啊翻到嚟呢邊，終於崇近節咧就拍攝完成，今晚就要翻去 cut 片。中意睇我嘅 video 咧，就 follow 我 YouTube、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啦。講住咁多先，下次再見 ，Coco Mark Up， 拜拜。愛愛愛人心恰恰